演哈，那继续我们请谢荣介议员执行，谢演请。对，哇，你对我袂歹，较尊重我。其他的议员啊，咧甲你问，你讲坐伫遐，你较表示。无啦，毋是安尼，来，毋是，来，加油，好早来。你做一个市长，你爱有一个规范嘛。议员是代表人民来到遮咧质问咧，对毋对？你坐踮遐，对人民无尊重嘛，你就是即个骄傲。无啦，迄是。这本册吼。你讲清廉勤政，阿久啊后某议员伫遮讲恁有人收钱嘛？哦，这真严重的代志。台南市肉品市场，咱的好朋友，中央市场因家的家族，有足侪只咧低贩咧化低，迄阿低一只收二十块，一个月收二三十万，结果咱肉品市场一个月才收入万五块，你去查销。你挂当署长，敢毋是？是，我是当署长，无毋对。啊，因讲你有本啊！我拢，我甲讲，我清德，即我会当来保证啦。即细条钱，伊无咧赚，坦白讲，我拢无啦，大细条我拢无，拢无，拢无，对啊，无送退去。包括哦，一款的物件就对啦。无你讲的即，这当啊啦，是，你无可能毋知影啦。你讲的即代志，我确实毋知。你会当甲？你派过教务来遮做机要秘书，伊讲你派伊来的，伊过去有哪底下做过？总经理啦，是议长邀请，你去了解啦，莫讲议长邀请啦，伊出来，无啦，嘉义，出来就职，人讲你派伊来的，你咧，无啦，嘉义湾，迄无重要啦，你头拄话，这件代志啦，对于你相当的严重，因为你挂当署长啦，是无你甲书记、甲政局提后完嘛，每个月都交二十几万啦，但是咱的入校只有万五块啦，剩的钱对倒去，一个人会当赚哪侪钱哦、喔？这点我会当查嘛，好啊，你查好势，好啊，好。今仔你的好朋友碧雕过来，欢迎欢迎碧雕来聚会。你弃医从政的目的，就是要推动台湾独立。我主张台湾独立，确实不，确实不唔对。结果，美国总统奥巴马是。正式讲，你台湾唔敢独立，然后伊讲只要维持适度的自决、自治，台湾就袂独立。这是去有恁去有上去有九二共识五期啊！啊，去有五期，你即马讲咧？过去奥巴马出来讲这话，恁即马啥呐？不，奥巴马亲像寒蝉共款，禁声不语。奥巴马讲，伊讲吼台湾认为如果有某一种程度的自治，就要宣布台湾独立。我想这款的话应该是，台湾今嘛就做自治啊！伊应该是参照我公司所传达的信息一样。中华民国涵盖台平、金马、钓鱼台以及着西沙、南沙群岛，但是你头先讲哦，你中华民国你无讲中国大陆哦。宪法内底有啊，但是你所以维持现状，迄叫做一中国标啦。但是你头拄仔无讲着哦，你头仔讲中华民国并无包括中国大陆哦。这就是我的一中国标，参中的主张就无共款啦。这就是我的一中国标。哇，安尼你是？所以我就是表示中华民国现在有效统治的权利。你这个是两国论。有效的治权，什么叫两国论？根据黄秀柱的说法，我今麦在问你带动啦。根据黄秀柱的说法，你刚刚的论述就是两国论。违反贵党党主席的主张，台独遭遇到了。我主张台湾独立啦。我违反啥？我即马就是主权、地权分开，所以中华民国才会当保护台湾。不要再骗了啦，没有什么治权跟那个主权可以分开的啦。你一路骗，台独就是恁一路骗。你们骗了五十年啦，国际局势。你跟我讲讲看，国际上哪有说主权跟治权可以分开的？欺骗台湾社会，欺骗了五十年。你上咧动啊！你上咧欺骗，你骗一路来，啊！你台独恁就好，我看卖啊！我跟你讲啊，我主张主张啥呐？政治领袖啊！我跟你讲吼，爱护人民一个方向啦。台湾独立免哪独立啊？求钱无能力，求和无智慧，台湾免哪独立？美国总统已经出来甲你制止了哦。啊，恁咧哪句啊囝的？哪句啊囝？无一个出来讲话。比黄国昌较无路用，啊！啊！你毋是要堪伊选新北市长？
人黄国昌还出来跟奥巴马呛声，哈，五十年前的思维，啊，你看麦啊，奥巴马敢是五十年前的思维？我他已经讲过啊，奥巴马吼，一做总统贝尼嘛。伊这款的，伊这款的想法受什么人影响？伊是代表美国啊！就是马英九的九二共识影响啊！接着川普总统，所以九二共识，九二共识深深影响了台湾的前途，也影响了美国政府对台湾人民主张的认知，这个是对的。台湾独立，阿别个独立，你莫甲台湾的乡亲教一下，台湾咩独立？即马美国讲的，台湾已经牵涉到中国的行政利益。台湾独立的第一步就是反统一啦。反统一，大家看，即马现阶段无人要统一，什么人咧主张统一？刚才你咧替日本人讲话尔啦。一中同表，你日本要向台湾统一啦。一中同表就是统一啦。你一路来是拢咧替日本人讲话。一中同表就是统一啦。日本人要改迄个污染的物件，一个中国原则就是统一啦。台湾人家，你也唔捌表示反对。你还搁来看日本人消停？我已经讲过，欸、我讲安全才当礼拜，不安全当礼拜。啊，你看这不是讲福林不可能安全，啊，即卖要搁会当安全？台湾也无可能有检查的能力，啊，要来安全？啊，你在讲话啊？你在骗外行的，骗唔捌的，台湾怎么没有能力检查？我跟你讲啊，你拢看清台湾嘛？你讲你一世人推动台湾独立，但即卖要面对啊，啊，很白啊。哦，我都跟你讲，美国人跟你讲唔通啊。啊，这我是医生无做来重视政治最主要目标啊！啊，目标你也甲人民讲啊，你继续要支持台湾独立，你有啦宣布台湾要独立，只要你当选中华民国的总统，你有啦要甲宣布台湾独立，过来，你若有机会做行政院长，你有啦主张台湾爱独立。感谢呢，我是市长啦，无啦，感谢安尼啦。啊，我的政治理念无论我重视任何一个，无你想啦，奥巴马咧甲你克制，奥巴马叫你谈咧。啊你！我的国你三四日你拢无讲半句。奥巴马，啊！你咧做古阿囝？奥巴马的资讯，奥巴马的资讯来自过去马英九的政府嘛？嘿，九二共识，刚刚好的，所以他会认为说，接近半冬啦，你嘛看美国联络哈济，啊嘛看伊通电话，当其时选举的时阵，贵党一直全力支持，你即马讲奥巴马是因为许马英九影响的。茫个看那个破公法，哈！马英九公法，参台湾社会主流意见不敢换。今仔日台湾独立，你即马想哪惊？会惊你啦！我哪有啥物当好惊？会惊你啦！我哪有啥物当好惊？甲美国抢，你搁甲奥巴马抢一下，卖讲迄个笨社会，台湾犹原要继续独立，敢无？来，你点点我来讲啊！你敢无？我想来点点，哎，我咧即阵你叫我点点，无啦，你叫我讲啊！你叫闭掉点点，无叫你叫我点点，无啦，你叫我讲啊！闭掉就反对台湾独立啦！台湾啊，独立造成两岸平壤相见，咱的人民无法度承受这款的沉重的负担嘛。嗯，所以我用中华民国维持现状来保护台湾。过去我跟你讲过，哈。你讲我讲中华民国，你替中国讲话，哪呢？你当机替日本人讲话，你们该说一下。你支持蔡英文嘛？我现在没说，这代志赶快。你支持蔡英文啊？我当然了。现状啊！英暗干门啊！反对洪秀柱嘛？英暗干门啊！所以你反对洪秀柱嘛？我得要求蔡英文正式表态。啊！你还没赶快？你原来要选择做孤阿剑？什麼我已經說過了，台灣人騙二十年了，我擔任國民大會代表是這樣主張，我是主張也這樣主張啊，你主張台灣獨立嗎？是啊，啊繼續主張了啦，我當然繼續主張啊，美國也跟你說不通啊，啊你現在怎麼去？啊你不跟奧巴馬搶一個，有要跟搶一個沒啦？我就跟你說啊，第一，有要跟搶一個沒啦？我現在要說嘛，我現在要說嘛，奧巴馬說的你會看透馬英九，我現在要說嘛，第一，馬英九問那個奧巴馬所說的話，參台灣主流社會意見是不一樣的。伊无权利代表台湾人民讲话啦。第二，伊是安怎来讲这款的话？就是过去八年，伊受到九二共识的影响，认为台湾若总讲会当某种程度的主体，都无爱台湾独立。这款的讲话，这是错误，受九二共识的影响。安尼继续，你就是要甲拼了。安尼有清楚无？啊你，安尼太有清楚咧。安尼清楚。啊，你即马你推翻奥巴马，你就是讲的啊。奥巴马支持九二共识，伊当局表嘛。台湾制度只有台湾人民才有权利决定啦，连毙掉奥巴马拢无权利决定啦。我甲你讲啊，毙掉反对台湾独立，因为台湾独立所造成的恐惧，政治领袖啦，是带予人民两种选择啦，两种，一种希望。
是一种恐慌。恁就是带予人民恐慌。你用战争在恐慌之中，未战争啦吼，未战争。你用好，谢谢。时间已经到了哈，谢谢谢议员的咨询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请陈超来议员咨询哈。